其实是吕薇做。好，这是我的手背，啊，这是我的脚背，这是我的布袋。揉掉，烧掉。他们每天都跟着我，又上我的身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他们送走？不管怎么送都送不走。可以的吧？求求你们，赶快消失。Hello, ET Today 星光语音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曾静豪，我是邵雨薇，欢迎两位。Yeah.来开始，好大张哦 ！My God， 等一下，他是不是知道鬼牌在哪？他知道，因为废话，这是你正在看，说废话。好了没？我要抽喽。哦，所以我要拿出来一样的，拿出来。抽到是问题牌，所以帮我们抽一个问题。对对方做一个会撩到你，让你小鹿乱撞的动作，我们就这样好了。所以别人这样对你做，你就会 ，I know， 就是这，就是我们戏里面有的捧脸啊，对啊，可爱啊。下一题，下一题，时间宝贵。哦，也是问题牌。用三个形容词形容对见到对方的第一印象。你中哎，不太好。三个形容词，三个形容词见到对方的第一个印象。嗯，很正，然后很超棒，还是很正，超级正啊！只有这个形容词。那见到对方不太了解对方。好，接下来换雨薇。哦哦，抽到的是鬼修女。鬼修女的任务是喝仙草茶。蛮好的，我想要这个任务。仙草茶要喝完吗？谢谢。你可以慢慢喝，好喝吗 ？OK， 我喜欢喝梅糖，清凉退火。刚好，刚好现在很热。可以每一题惩罚都是喝仙草茶。不行，吃仙草冻。换我抽。我好像没什么压力，因为鬼牌在我这里。好，又是一个问题。就是问题。要不要鬼婆婆是吃菜脯吧？是老菜脯，是超臭菜脯。对啊，老菜脯。不良执念清除师中的溥仪勇见到我的妈吉四个鬼的衰鬼阿伟，会写什么字送给他？衰。然后写一个衰，逢凶化吉，祝你好运。蛮适合他的。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跟鬼的题材蛮有 close？ 对。但这两部其实我觉得比较像在交朋友了。就是感觉。把自己蛮多的面相啊，或者是蛮多比较没有展现出来的地方给大家看到。好，接下来换雨薇。哦，又是任务牌。鬼屁孩是干嘛？鬼屁孩是要对着镜头做超丑鬼脸三连拍。第一拍，第二拍，第三拍。鬼脸怎么？你人好，跟他一起，是其实是吕薇做。其实是吕薇做，但你人很好，跟他一起。突然间有点损失的感觉吗？好啊，我帮他做了几个啦。好，就结束。那我们就四个了。对 ，OK， 那叫 OK。争取到阿华。来，我好会抽问号。讲出合作过颜值排名前三的异性艺人。好，邵雨薇、陆毅静、蔡佳音。把白白放在哪？好，我把我让位置让给他。白白，我相信他排第四名是 OK 的。反正白白在宣传的时候说他已经拒绝我了。你告白被拒了？我就聊到说他的理想型，我的理想型是谁？就蛮像他的，对，然后他就说他已经拒绝我了，所以白白不接受你，你不是他的菜，没有啊，效果啦，你要放下呢，放下好不好？八月十八，
没事哦，没事啊，这个没事哦。对啊，没事。这个那么好，我是没压力。哦，鬼大叔。鬼大叔要干嘛？鬼大叔的任务是用台湾国语的方式说出土味情话，撩对方。这个好棒哦。不看了，连情话都不能看。可惜我找不到路了。鬼虾米？我找不到霹雳心里的路。你怎么变句点呢？还是换一个？换一个。好，这是我的手背，啊，这是我的脚背，这是我的宝贝。揉掉，烧掉。你们不喜欢这首？不是，因为这个我自己 IG 就发过了、这句话。他想说，我已经知道你要讲什么。已经被猜到了。你只要跟那个女生对视五秒，就是有效果。对，是没错，是没错。土味情话，谢谢。又是没事的，没事牌。好，问题牌。这个余威都没抽到问题，你要不要帮静华抽一个？看看能。在电影中有很多突破性的演出，请重现让你觉得尺度最大的一次。你可以吗？你说我要不要救你？是不是你不是要帮我一个？我想一下哦，我没有什么尺度最大，是不是在床戏也不可能。不可能吗？他说在演吧。粉丝福利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有一个尺度很大的，就是我那个在楼下的房客里面缝周少安的嘴。太长了，起来，起来，尺度，尺度很大，对， okay, 可以吗？刚刚演出了，可以吗？ Okay, 这样救得了吗？可以啦，可以让你过关。好，接下来换余威，我刚帮你，你干嘛？问题哦，好，如果变成鬼，觉得自己和对方会变成什么样的鬼？麻将鬼，可以打麻将，麻将赌鬼，赌鬼，我会变成那种。那个号角响起，那我觉得他是赌鬼，然后我就是酒鬼。哦，对 ，OK， 来，我真的是蛮幸运，到现在都还没抽到鬼。对啊，鬼婆婆，任务牌是唱一首有鬼的歌。这样我又输了。对，那就你输啊。对，就是你输了。好，那我们先行。鬼婆婆。唱一首有鬼歌哦。我的宝贝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今夜都好眠。我的小鬼小鬼，偷偷你的眉眼，怎么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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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最后刚好就是静华输了。对，我为你化解。太好了。加油啊！我们最后的惩罚就是你要用四个角色来介绍。这次呢？终究还是要面临逃不过啊！你啊，喂，啊，你这口气啊，长8月18，好吗？给你爱来看，我的妈，几是个鬼啦！记者要带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一起来哦。有听到不？甲恁爸来看。OK， 很棒很棒，快中风了，好红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